刀影双锋乱。先打过这场再说，让我来会会你，让我上场吧，放马过来，点击释放绝技。那家伙是谁？惊涛大哥，朱臭大哥。我方才我们先离开吧。自疑红药绕栏，先继续向前查探吧。你迟到了，有些事情耽搁。关于我儿子的事，你儿子绝不能离开。且中原的鬼谷，我先走了。刚才是不是有你看错了？中原，你总是心不在焉的小。那个岛主大人啊，对对，一定要打败这些贼人。我也来帮忙，我会站在后面，从旁协助。齐心协力，一起上吧！林将军，你在这儿？可恶！可能是被……怎么会？有一个阴黑阴。去招募新侠客吧，使用招募令。究竟会是谁呢？烽火连城，鞭声。是新的侠客哦，一将他提升一下吧。我擅长正面攻击，所以最好让我站在前排。可快速为侠客穿上装备吧，继续挑战吧。先继续向前查探吧。请少侠排兵布阵，让这位大侠也加入吧。不想这岛上竟来了便是天华。那林将军，如果我们人应该就在前面，不必找了。少侠何必行。你这小还不快快交代，可别太得意。而且你乃是天，怪不得你爹少侠想抓我。先过了，不好了！什么？那人像是天，我会通知岛上最。我还好，只是天华君。这些暂且不。
担心。可看起来，若不是那个人，你也该告诉我了。那鬼谷老彭山案，这鬼谷好怕。所谓这，我擅长正面攻击，所以最好让我站在前排。心怀国家，所以无所畏惧。华少的外表惯会骗人，为了国家的荣耀而战。北方有佳人，走马入临安。坐断东南战未休，船工能使侠客变强哦。是我的职责。老夫不是对谁都冷漠，不过我对谁都不会手软。我擅长正面攻击，所以最好让我站在前排。那鬼谷下岛主大人，不过少侠好气。没想到这堂堂彭中原天定也好，也好，甚好，这是我等去的中原。
道你什么。这是最嗯。寒冰凌冽，一抹红色，是你生命的亮色。绝不退缩。宁不知倾国与倾城。佳人难再得。